你现在的做法跟之前计划都不一样，怎么一脸惊吓？我现在出门就是要去签姻缘线的，我就是月老。你是月老，我想要跟你来个协议。你现在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，帮你把喜欢女生追到手，而我就是那位你现在最需要的军师。男生的房间里面都藏着一些秘密，是什么？他能让我适时的发泄，浑身冒汗，身心愉悦。 舒畅，太大力了吧！谁叫你要整？只容许被人家偷袭一次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喜欢靖城，他是我男朋友。我现在说出来，是我更怕让靖城委屈。我本来就是炮灰啊，反正你就好好利用我这个炮灰，去完成你想帮爷爷达成梦想的心愿。你怎么会在担心我啊？应该担心你自己吧。